应该带我们家的来。没有。很好喝，蛤蜊汤，没有调味料还是很好喝。哇，这个咸。吃鸡肉有没有熟时间？你先吃，你咬一口，看看里面是白色还是红色，应该是白的啦。白的。是这里。快！
因为我等一下再拿前面的香蕉。他烤肉的时候都坐在这边滑手机。我有远端的，控这个肉。好吧。这工作太辛苦了，救命！先把食物盖起来。有啊，打开这个会不会有皮虫掉下来？会啊。是不是开这个打这个皮虫打到？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皮虫掉下来。这个牛肉，不知道名字。太好吃了，谢谢。就这个床在聊天。嗯。干的，怪性。剥虾服务。重播。雨太大了吧，哇靠，没错，还好它不会喷进来，因为这有焦稀的味道，这边都会加一款焦稀的，对，他哥说句话，现在三连，过年好像不喜欢那个。那你粘一下，可是粘一下你又起来就会变更冷，你现在没套牌了。哎，它飞起来了。它果然在织网。它怎么飞到毛巾上的？
家在这个餐厅吃饭。那边好，那里呀、啊，吃饭。吃饭了。Potomac River， 这里是马里兰州，那里。然后我们在维吉尼亚。火车铁轨，然后这个是 Potomac River， 啊，它是两条汇集的地方，那条是仙纳杜 River， 下面这条是 Potomac， 右边左右这条是，对，是仙纳杜 River， 非常的假。消暑完，他们一定会回家都晒伤，他们感觉变红色了耶。